上面讲到一真法界，讲到诸法一如，这是大乘经里面的精华，也是最要紧的教义。我们修学要想知道的就是这桩事情。所谓菩萨正果，也是正的这桩事情。因此我们在前面说完之后，这个后面再用个比喻来说明，使我们对这个事情能够更深入明了一些。在这里面为我们说出同体，谁给谁同体？一切诸法都是同体的，尽虚空变法界。我们佛门里面的术语常讲啊，依真庄严，依报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环境范围就太大了。从最微细的地方来说呢，我们穿在贴身的这个汗衫，这是我们生活环境啊，身外之物都是生活环境，我们居住的环境，我们活动的环境。现代由于科技的发达，交通便捷，我们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像从前一个小的城市地区，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遍及到全世界了，几乎每一位同修都到世界其他地区去度假啊，观光旅游啊，所以活动的空间大了。不过现在这个大呢，只大到这个地球啊，只有少数人啊，他们到过月球，那不是多数人啊，少数人到过月球。那还有没有人的这个太空船呢，曾经登陆火星水星啊，这在没有出太阳系啊。那么在我们想象呢，将来啊科技再进步啊，大概在太阳系的旅行呢是不成问题的。可是这一个太阳系范围非常非常的小啊，如果在整个这个无穷浩瀚的太空当中啊，这个太阳系的范围很小啊。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太阳系是我们银河系里面的一个小星系，而银河系的范围就非常广大啊，从银河的这一边到那一边的边端，用光的速度啊来量的话，差不多都要20万年啊，20万个光年呢，从银河这一端到那一端呢，就知道这银河系的范围多大。那么这一个范围在我们佛经上讲呢，才是一尊佛的教化区。我们佛经里面讲的佛刹啊，一个佛刹，一佛土
啊，一个佛的国土，实在讲就是一尊佛教化活动的范围，这是一个银河系。那么这是我们过去一般人对于经典上讲的都是这样去体会，可是我们看看近代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注解后面呢，他附的有一篇文章，那么这篇文章呢也是他从北京交给我的，我们复印在这个经的后面，这他的看法，看法也不无道理呀，看法有道理的。他是一个学科学的人，他在天津大学教无线电学，他是个科技人才。那么据他的看法呢，这一个银河系呀，实在讲啊，就是我们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。哦，那这个就了不起了，那这个范围就太大了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个单位世界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要一千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小千世界。一千个小千世界才是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。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活动的范围，如果以这个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一百亿个银河系，一百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佛土啊，一尊佛的教化区，一尊佛的这个活动范围，这实在是太大太大了，我们简直不敢想象。现代科学虽然很进步，还没有发现一百亿个银河系，还没有看出来，你才晓得佛的这个佛国度是多大。一尊佛国度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一个六道轮回啊！诸位要晓得，小千世界的天顶啊，初禅啊，单位世界的初顶，天顶，小千是二禅，中千是三禅，大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啊！所以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定，它有一千个三禅定，所以有一百亿个初禅定，这么大的这个数字。那么黄老居士的说法呢，他是讲银河系的中心呢，就是佛经上讲的须弥山。这个中心，我们现在科学家叫它做黑洞，银河系的中心，这个地方的引力非常之强，任何物质到里面都被吸收了，连光都被吸收掉了，光到那个地方都被吸收掉了，他觉得那个是我们这个佛经上讲的须弥山。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啊，他说的这个是也有他的道理在，那么像这样的大千世界，在这个太虚空当中无量无边呐，一切诸佛如来都说不上他的数字，你说这个范围多大？这么大范围里面，一切一真庄严，这个一报就是物质的
环境啊，正报就是身体有情众生的、都同体啊，我们与佛同体啊，我们与一切众生同体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啊，这是古德常讲的，用精跟气来做比喻啊，拿精呢比作体，用气比作相啊，是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的，就好比是气啊，精呢能现之体为一，体是一个啊，黄金啊。但是它所现的相呢，那真是无量无边的啊！你喜欢要个什么东西，就可以用黄金造一个什么东西啊！造的再多，几千种、几万种体还是金，体没有变的啊！用这个比喻比较好懂啊，所以气是无量啊。那么我们经常常说啊，像华严经上讲的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那么一呢，从体上讲的；无量呢，从相上讲的。啊，凡是讲一呀，从体上讲的；啊，讲多啊，讲无量，都是从相上讲的。体跟相是一，不是二。正如同精跟气是一，不是二。力量体，力量精没有气，力量气也没有精啊。因此，体相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啊，或者是体用都一样啊，体用是一，不是二。同体，不但同体呀，同时啊，这底下讲的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啊，同时啊，我们一般人对于同体这个意思还能够接受啊，这个说说清楚能够接受，对于同时啊。就感觉得很迷惑啊！其实，如果真正明了是同体，同时就并不难懂啊。这才真正其如，是不二法门。不二就是一，体相不二，体用不二，性相不二，理事不二，事事也不二，华严经上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同体同时所现的这个现象啊，不思议解脱现象，这个现象在般若经上呢就叫做摄相啊，摄相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诸法一如。般若经上讲诸法一如，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啊。那么从这个表上看呢，更醒目一些，更清楚一些，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，这是决定正确的观念啊。我们对宇宙、对人生、对一切万法能够晓得
是同体，是同时。这就是入佛之见呐、啊，你的看法想法了，跟诸佛如来一样啊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